看看，我都在驴前面呢，我都在驴后头呢。您在驴，哎呀，这不耽误功夫吗？我跟你说呀，老主任，哎，外国朋友马上都要来了，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啊？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对，龚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老主任呢？哎，跟你商量商量。嗯，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中，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点头也是摇头 no。点头也是摇头 no。来是 come， 去是 go。来是 come， 去是 go。要打招呼喊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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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你 hello 了？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音呢？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那也不对呀。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你说这是咋回事儿？啊，我要是念单词儿吧，啊，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嗯，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真的？真的。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致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中。我说一句，你翻一句。中。咱娘俩还得练练。练练，请。女士们，先生们，来的先见他们。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为了康姆图柴呢，靠山村咋样？咋样？还真是英国味儿，我前面的英语呢？那真是唐山味儿，那都说白学了。哎，咋能白学呢？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我跟你说呀，老主任，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说啥事儿吧？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呀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把我也弄到网上去。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村？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我上网上得干啥呀？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啊，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我干啥还年轻时候啊？我就现在也没撂下。那都更好了。啊，不过您一个人练呢还没意思。嗯，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啊，您跟他对打。对打？拉上来。嘿，中吧。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在咱们屯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好，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斥。哎，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好，我不踹他。赵主任，啊，你请看。谁？泰森。你要啥呀？我要做。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忘了跟你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不是让你们俩真打。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那你喜欢？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准备了，转过来，看看。耶，我看看，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你没看咱那两个人他是谁呀？对，是谁？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哎呀，拖拉机呀，你真会赶时髦啊。这个不是赶时髦，哎，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嗯，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的泰坦尼克号。对，谁？我唱。外国朋友喜欢着呢。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哎呀，老主任，你就凭我的，你都唱了。不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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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我主任，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
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你说这话啥意思？不是，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那音乐，班长，哎。请老将出马都挺对了吧？你别来这套，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您说呀，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老主任呐，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好，孩子们，那您念，我听听。在一望的田野上，有几株棉，那是一个村。村放我这放会儿吧，快点儿，就这些。那个刀还有点儿，上边没了，下边没了呢，真没了。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哎呀妈呀，快穿上吧，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是你呀，在这儿看会儿摊儿。好，我去给你买双袜子。哎，还给我买袜。哎呀，我的妈呀，太悬了。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儿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化整为零，把它藏花盆里，这个盆藏上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桶里啊，我藏上他50，我预防后手的。哎，老同志，来生意了。花盆多少钱一个？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哎呦，真便宜啊！哦，还带土的，这叫方便服务吗？你看看，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哎呀，这花不错呀。啊，别动啊！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不就是红玫瑰吗？你认识啊？哎，我认识，红玫瑰就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对，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这里还有2个盆啊。等会儿大兄弟，对不起啊，这俩盆可不能卖，
你看买这为什么不卖啊？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我呀是怕我老伴儿。啥事儿怕我呀？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啊挑不中这盆儿。啊，我挑中了，就要这个盆儿。哎，小伙子啊，那么多盆儿，你干啥非要这个呢？哎呀，既然那么多盆儿，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你要要这个，最低五块。啊，你刚刚讲的五毛，现在怎么变五块了？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的。干啥呢，老头子？干啥呢？小伙子，我说了算，五毛。五毛吗？啥五毛啊？五毛。五块吗？五毛。五块吗？五毛。五块吗？哎呀，你看看，哎呀，真对不起啊。没关系，没关系，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哎呀，你看看，大过年的，不要因为几块钱搞得不愉快。嗯，算了。五块就五块，哎，这不白折腾了吗？哎，这个买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就是心理作用嘛。其实这些花盆对于我来讲都一样，都一样，随便拿一个就完了嘛。哎，你等会儿，大兄弟，这盆十块，你什么意思？干啥，老头子？黑啥呀，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盆确实十块，这盆五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哦，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啥意思？十块就十块，现在你拿去。哎呀，大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哎呀，算了算了，你再给五毛钱盆钱。奸商，十足的奸商。大兄弟，你就拿这盆，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五毛变五块，有五块涨十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花盆？它是金的吗？那不是。是银的吗？那不是。你的花盆能涨出钱来吗？那倒是。什么？不是不是不是，大兄弟了，他说的花盆能涨钱呢。大兄弟，你别喊了，大兄弟。瞎咧咧。瞎咧咧，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大兄弟，你别，我咧咧吧，瞎咧咧吧，我看你怎么给人涨出钱来。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你说种庄稼还得有个种呢，我这兜里一分钱没有，我怎么能？我有五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吧，我看他怎么涨钱啊！朋友们。走，那我要种出来，你让我走；种不出来，你跟我走。那我试试。哼，胡说八道，这怎么这么涨钱呢？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也简单。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别动！老头子，你是咋鼓秋出来的？快走！站住！哈哈！哈哈！你兜里有钱？没有，他刚翻过。对，我证明。班长，把那十块钱还我！你再给我中十块的！这大兄弟。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哎呀，你说中出来两万块钱，我就放你走，我就不信你中。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中十块，翻一倍。其实这事儿挺惭愧的。哎呀，哎呀，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大爷，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不不，你就是大爷。小伙子，以后别这样，哪能逮你不让人呢？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也保不住。
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里边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兄弟多年还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鬼。大师大爷，我没有搞懂啊，不可思议啊，它这个到底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人为反应。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呀、啊？哎呀，我服气呀、啊！你服气，你坐。哎呀，大爷，哎，能不能再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哦，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刚才你拿出5块和10块，你要拿出50，我照种。真的？你拿呀。那你再给我种50，没问题。美元，美。妈，这不没事找事吗？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那个你是人民不？我当然是人民。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你知道吗？顾客让种啥种啥呗。你瞎掺和啥呀，自己的土地上种不着外国玩意儿，说不定长出啥来，长出英镑就更好了。那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别管长啥都是钱呐、对，你先给我试一试嘛。试一试，试试，试试，试试。有你俩这句话，我就试试。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胆有多大号，就能中多大票。看到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那就是摸不着人民币啊。长出来没有？你吹啥呀？你老爷不能拔苗助长，性子可急了。我给你浇点水，等会儿，那不更摸不着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快点，还没看着，小伙子。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他带领的。很好。但是大爷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你说呀、你挣的钞票怎么跑到那里去了？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藏的，我藏的。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呢。老头子啊，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是紧点，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我知道。你说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小伙子，看到没有？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哎呦，好浪漫，好可爱哦！来，这束红玫瑰送给你们做新春贺礼。等会儿，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儿摆个法签。来来来，老伴儿，我给你带一张。再见，谢谢。好盆配好花，好人配好家，生活一定比蜜甜，和老婆千万别藏钱。等会儿老伴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还有5块呢。永远是朋友。让我们永远是朋友，永远是。
我们终于成功了，耶、yeah!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没错，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不行，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怎么了？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没错，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冬。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谢谢，谢谢，谢谢。耶、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在团里，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哪里哪里，至今没发现第一。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真的，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什么？还是请炕条的同志先唱。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收礼只收啊搓澡巾。搓澡巾干嘛？他也是毛巾厂的，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那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不、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啊。你说什么？他没唱天津快板。你来这过门啊，走。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嘿，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厂房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好，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跟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哎，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好，
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枝美丽的花。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广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你真听话，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真的啊！哎，交给我了。哎，干嘛去？我到下边为您鼓掌。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啊、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朋友啊，朋友，有孩子的傍晚喽，你可曾想起了我？大灰狼来了。如果你想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心啊，你有心的必然，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那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甭谢，谢谢，不用谢，谢谢，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我请你离开，我就不离开，快点离开，行了，停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我就不离开。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选不上。选不上还争？这不都习惯了吗？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改。怎么改？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哎，咱们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我叫王小一，我小麦麦皮，今年都是18岁呀、啊，个头差不离，个头差不离。同志们都说我俩真像一对亲兄弟，亲家亲兄弟，一对亲兄弟。反了！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对，我们亲如一家吧，是我们异口同声吧。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诚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哎，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下面播上个广告。本人虽说村长落选，但思想工作还是要搞，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欢迎大家前来就诊，有钱给点，没钱拉倒。临江村大明白心理诊所主治医生赵大宝，电话动拐动拐动动拐，网址 www 坑你点大不了。我挂急诊，大夫。呀哈，广告播出就上人了。是，我听你做广告了。别信广告。信啥呀？上疗效呗。哎呀，真幽默，这大夫。不用说，你一定患有更年期综合紊乱症。来，张嘴，我看看轮胎。哎，我要看看舌苔。大夫，不是我看病。谁看？是我家老头看病。你老头啥病、啊、我老头这病你都没见过。是这么回事、嗯、前两天他买彩券中奖了，中了3000块钱，嗯，啊，告诉他以后一激动嘎一下抽过去了，住好几天医院，差点没过去。哎呦呦呦！啊，出院以后他又买彩券又中奖了，这把中的大300万大奖，完了，完我拿这个彩票我就找大夫，大夫说这我们可治不了，赶紧他找心理医生，这病整不好容易过去。对，回去我跟他一说，我说咱得看心理医生，这家更坏了，就怀疑自己心里得啥病了，嘎又抽过去了，你说咋整的？我听明白了啊，你重新中大奖不敢告诉他，怕他犯病要他命，完事告诉他看心理医生，他顿时怀疑自己心里得了不治之症。是，你这是一共俩病。俩大夫，大夫你别管几个病，你要能把他病治好了，我多给你钱。哎呀妈呀，别提别提，怎么提什么钱，这么俗呢？啊，不给钱就不看病了，这人都咋的了？张嘴钱闭嘴钱的，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都给谁说的？能给多少钱呢？你要多少给多少，免谈，带我前去会诊。不用大夫，不用，我把他领来了。在哪？在你家门口站着呢。在我门口站啊？哎呀，你敢把一位300万的富翁放在我门口站岗，看来你很有思想。你真幽默。哎，我还得嘱咐嘱咐你。他现在就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了、嗯、一会儿他进屋，你给他看病的时候千万别说病啊，不提病、哎、你要一说病保证嘎就抽过去。真的，你就跟他谈钱、哎、你就咋想办法把这300万让他接受了，我就谢谢你了。不是，我真拜托了大夫啊。哎呀，哎呦我的妈，还接个大活、哎、你说这事儿。快走快走。媳妇儿啊，我这心里究竟怎么回事你就跟我说呗，老折磨我干啥呀？这是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进屋大夫就告诉你了。哎呀，这个折磨我。大夫他来了。你好。不好啊大夫，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望请见谅。请坐、哎，这个刚才你老娘们儿、你的太太把你的病情已经说了、说你就怕提病字，一提病字根就抽了。呀，还真准。来，把这火炉拿下来。不行啊，我这心呐、啊、拔凉拔凉的、啊、我拿这个疼疼、嗯、你不要紧张、你根本就没什么病。来吧，咱不宰吧，他带着。那行，那我们就开始治疗，谈话治疗啊。嗯，怎么个谈话治疗啊？不打针不吃药，坐这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也叫化疗。哦，还得化。老头子，哎，老头子，这病我可不看了，你这啥？大妹子，我这还没看见，你别整这事儿啊！媳妇儿啊，完了，大夫都通知我化疗了。哎呀，谈话治疗是我的医疗术语，
谈话治疗，简称化疗，说话的话。大夫，我跟你说，他胆可小了，你别用简称，你还是整全程吧。哎呀，你也是太脆弱了。那我看书聊，请坐。哎呀，这种病人可得注意点了。坐好啊。下面请听第一个话题，母猪的产后护理，拿错书了。请听第一话题，萨达姆做好了战斗，这也不行。回去。哎呀，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你这病必须得他给你。啥知识都得掌握呀，看看这个话题。时间与生命，这好大夫，这话别打岔，整没了。在岁月的长河中，人好比天上的流星，来匆匆去匆匆，唰说没就没呀。这我也没提病字，你是没提病字，你直接给我整没了。你别说没，我的意思啊，这是我讲的是生命起源，你活着一回啊，我得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球的。大夫啊，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好，那我就告诉你究竟是怎么没的。啊，咱别老说没，咱说活着多好啊。好，那你咱就说为什么活着。对对对，这好，这个话题好，好人为什么活着呢？简单说一个字，为了一个情。兄弟，你就活错了，3000块钱奖金你就能抽过去，你不觉得这小风抽的该有如此荒诞吗？想开吧，说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36000天，家有房屋千万左，睡觉就需3尺宽。总结起来四句话，说人好比盆中鲜花，生活就是一团乱麻，房子修得再好那是个临时住所，这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呀。他说的太吓人了，这你看大夫说的多好，你就听不进去。人大夫的意思是说呀，人生在世屈指算，顶多能活36天。你也是，大夫你也是，你前面说的挺好，你最后给他整到小匣里去了，连我都崩溃了。大妹子，改到我莫不如来个崩溃疗法，崩溃疗法让他绝望，才都感觉有希望。绝望，配合我一下子，一会儿你就能。哭哭啼啼就告诉他有啥用，指定死。哎呀妈呀！嘉欣，嘉，老头子，哎呦，真的我都不想告诉你了。告诉他吧。你这病啊，真的，从前在感情上我对不起你，我动不动就跟你受气，隔三差五还使用点家庭暴力。真的，从你往后剩那点日子，我好好对待你，老头子，我好好对待你啊、哦！媳妇儿，媳妇儿，你别说了，你在感情这方面没必要向我道歉，因为在感情上，我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啊！我的妈，还有意外收获！别说，别说，咱回家说去。回家说。我必须要说。说，说破无毒，这是排毒阶段。你说吧。就在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次你回娘家，完了我处的第一个对象就上我们家去了，他进去一把就把我的手攥住了，当时我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媳妇对不起，我没控制住。你咋的了？抽过去了。你真抽了吗？我真抽了。呀妈呀，有的好事你还能抽啊，你呀侮辱谁呀。我真抽了。我你说你把领家大哥他把那人领家，我这心算完了，拔凉拔凉的呀。哎呀妈呀，你哪能拔呀，你哪能把他领家去呀，完了。哎，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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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完完了。大妹子，我给谁看病啊？啊，不是，但是你他都这个身价了，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你怎么就不能原谅呢？大哥，这么的，我也不深追究了。你让他告诉我那女的是谁，她是干啥的？好，你要冷静。好，完了。你老伴儿现在让你告诉那女的是谁，在哪儿住吧呢？你告诉一声没关系。我只能告诉你，她姓郝，嫁了个村长叫赵大宝。姓郝，嫁给村长叫赵大。
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啊，我不知道啊，大哥呀，我媳妇儿啊，大哥。哎呀，我怎么样？我知道你，大哥，我这还巴巴给人上课，你说我咋摊上这么个事儿？哎呀，大妹子，我回家。大哥呀，不是啊，我这心啊，万两万两的。我不是说妹子。我这人呢，不是那种看不开事，对钱这事无所谓，但感情我这一辈子，就像你们两口过，要你抽过去了是吧？我抽了，我抽都吐沫子了，我没关系，这页接过去。对，不抽也没事，初恋你根本不懂爱情，谈下一话题。哎呀，大哥可太大度了哈。你要知道你真是爷们儿，爷们儿，纯爷们儿，你真纯爷们儿。坐好了，听爷们儿跟你谈下一话题。假如你真抽了没？不是，我绝对抽了，我抽了，我抽的啥都不知道了，不关心，我绝对的啊。好，嗯，让我啊，别，我是大夫啊。谈下一话题。假如你说你抽谁相信这字？我真的，大哥，你抽没抽？我对灯发誓，我绝对抽了。灯发誓，我抽了，我抽了。Sorry， 不抽也没事。Sorry。嗯，下一话题。假如，大哥，我抽了，我绝对抽了，我都抽了。我抽了，我抽了。快给他看病吧，行不行？咱把这事掀过去。咱们都冷静。是。好。假如再给你重新活一次的机会，你还会把钱看得那么重吗？大夫问你，您说。若呀，现在我什么都想开了，钱算什么呢？他跟生命比起来简直是一文不值啊。好，如果苍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哎，再给我对付几年啊，我一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别说是3000块钱，就是30000、300000，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抽啊。哎呀，告诉他，老头子，我实话跟你说，你啥病都没有，你买的彩票又中奖了。啊？又中多少啊？又中3000呢？这看这儿，300啊，后边加一个万字连上念，300万。呀，站住！呀，让我老头子呀要倒，快点的大夫，快点。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兄弟，向哥学吧，把钱看淡一些吧。哥什么都没有，但是活得很快乐嘛，是不是？300万就当没有这事。对。你不光治了我的病，你还救了我的命，媳妇儿。哎，300万雇佣支配好不好？哎呀，老头子，只要你没啥毛病，都你说了算。好，拿出100万，咱们赞助学校。咱们赞助敬老院，行，剩下200万，咱哥俩一人一半。你看你这，他要给你一半，给。掌声！演员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祝您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哎，过来。哎，我说，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别提了啊，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都怎么回事啊？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这不是好事吗？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您这话还真说错了。哦，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那赖谁呀？当然赖他了。怎么回事？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哦，动不动就不高兴。嗯嗯。过去呢，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哦。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哟，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嚯，那这四德呢？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哎，好嘛，不是活不了啊。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是啊，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嗯，我赶紧得哄哄。是，我亲爱的，嗯，别闹了。嗯，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嗯啊，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嗯，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对，对不起。嗯嗯，你猜他说什么？说什么呀？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哎嗨，不是，这话都让他说了，哪有这样？干脆分手得了。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我不跟您说了吗？啊，分手这事儿不赖我们。哎，这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门？就是不赖我。那赖谁呀？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人家嫌弃您什么了？一开始嫌我长得丑。哟，我得给他解释。是，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嗯，我说你没见过丑的。啊，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是是，我当时就急了。嗯，我这不叫丑。哎呦，我这叫坏。嗯，有句老话说得好，怎么说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嗯，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哎呦，您说他说话太损了，太气人了。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嗯，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我培养了。哦，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嗯，我也陪着一块看。好，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多好啊！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是吗？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哦，又念嬛，又念宣，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不，您还没少研究呢。有研究。嗯，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是啊。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哦，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哎，这怎么说呀？我给你学一下。来，您学我们听听。他做好了我跪着。嗯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精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哎，这什么意思？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算吗？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哎，怎么回事？那天在家看书。嗯，清朝。嗯，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哎呦，接着看吧。看清朝同治皇帝。嗯，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哎嗨，这什么心态啊？后来呀、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嫌您什么呀？嫌我没钱。啊、哦，那可不应该。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那赖谁呀？赖我爸。赖你爸像话吗？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什么逻辑？当然赖他了。哦，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是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行行行行行。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啊，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哎，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这有什么嫉妒？我问问你，什么房子好？别墅。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是啊。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嗯。人家这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哇、哦！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
开一半回来了。怎么了？没忍住。哎嗨，哎，什么事儿啊？这是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我怕用混了。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我这个人爱喝汤。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你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啊，可给我气坏了。怎么了？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是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说什么呀？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哎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啊，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哟。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哎，那图什么呀？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嚯！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你下去，我们这私家车。行行，您啊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上班？嗯，我得先有一工作呀。您找去啊？找不着。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哦，又不赖你？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人家没什么错。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我说你看他还急了。可不急了吗？你看看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那面试官太可气。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没把我气死。什么题？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啊，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记住了。记住是记住了，工作也没了。是谁让您打的了？赶紧找别的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哦，那可以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公司还算正规。那就行，这就行呗。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哎，这怎么回事？公司有规定，上班他不允许迟到。对，迟到一次呢罚200。您干嘛非得迟到啊？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哦，又不赖你。公司在东北六环，我们家住西南五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000里路，是是，而且堵车太严重了。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我一天呢？你忘了那句名言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哦，我为什么住这么远？为什么呀？这事儿他也不赖我。我怎么又不赖你呢？这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我哪买得起呀？哎呦，是，那是这房啊，咱不买了。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这可以。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是，这也太贵了。至于使这么大劲吗？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啊。便宜的呢？死的便宜，这个15块钱一斤合适，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多难受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什么主意？我等会儿。等？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这既便宜还又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等吧，我就跟这等死。哎，对，等。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我就这等鱼死。哎，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啊！我等不了了。是我怕我耗不过他呀。他不至于。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呢抄起来。我跟这鱼缸里和了。哎，找找，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嚯，您可太缺德了。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啊，要不赖你。我小时候受过挫折。什么挫折呀？我小时候特别聪明，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这叫望子成龙。对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好，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没法不笑，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不赖我。哎，你也会了？废话，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怎么不赖你了？赖我们那老师。老师怎么了？我们老师不好好教哟，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啊，太可气了。您讲讲，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对啊，不行，他得加大难度。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哎，不，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哎，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嘿，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对，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好。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怎么呢？因为这事儿啊不赖我呀。别说了。又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花。能不能再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哦，我不是跟你吹呀，刚才你拿出5块和10块，你要拿出50我照中。真的？你拿呀。那你再给我中50。没问题。美元。美。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